个月用过的口罩都在这儿了，千万不要扔，用来编手链那可是极好的，涂上颜色都会吧。一共需要四根，用一个短一点的给它们绑在一起，挑出三根来，咱们编一个麻花辫。收尾依然把四根聚在一起打个结，这就完了，颜值杠杠的。这样的好东西当然是要跟闺蜜一起分享了。